范百芳闻铃 ，C 代名人完胜伊能静裘海正。喂喂喂，哪个辣妈这么辣？方文琳日前带妈妈到冲绳度假过母亲节，50岁的她白皙的皮肤和 C cup 身材让网友大吃冰淇淋，女儿还把她的美照 P 成美人鱼，连张勋姐都冻尾掉了，很难不洗版流鼻血中。当年她与裘海正、伊能静组成少女团体飞鹰三叔，也许明天依然如故，但千万不要畏惧退缩，让时间拨开黑雾，就算身处在艰难和困苦里。30年过去了，三位少女也变成熟女，让我们来回顾她们变怎样。47岁的伊能静嫁给中国艺人秦昊，还怀上二胎，变身最美孕妇。再来，51岁的裘海正，去年和老公约会看电影，只顾着吃吉拿棒、滑手机，身形很幸福啦，还是文琳姐的身材保持倍儿棒，就你第一名啦！苹果娱乐新闻，人也有胖也有瘦啊，你就是瘦的啊，那我就是胖的啊。报道。